三旬老汉能不能来火箭？最新赔率显示，湖人领先。火箭第五三旬老汉能不能来火箭？最新赔率，湖人领先，火箭第五。问你来不来？这是某知名的博彩公司开出的赔率：一湖人加2002七十六人加3503，热火加504，尼克斯加7505，火箭加10006，马刺加20007，骑士加30008。勇士加5000，正如詹姆斯前队友波什的话，我猜他会去休斯顿，就像下一部复仇者联盟电影。金州有100个超级英雄，休斯顿有100个超级英雄，他们打起来，这就是他的意义所在。作为火箭球迷，我们当然希望詹姆斯能来火箭，但是大家用脚趾头也能想清楚，这样的可操作性不是很大。这个配置也不错，这身衣服适应不？如果詹姆斯来火箭的话，老板将缴纳大量的奢侈税不说，还要面临甩掉大前锋安德森的垃圾合同，以及保罗等人的续约问题。大家想想算了。